下个月就是李前总统90岁大寿了，在昨天晚间，李登辉学校校友会特地帮他来暖寿，还订了3层大蛋糕来庆祝。老人家被逗得非常的开心，也直说自己是人老心不老，可是年轻得很。 签下3层大蛋糕，阿辉伯90岁了，李登辉学校的学生全围着他拍照留念，让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。一时忘了自己的年纪。阿辉伯不服老，俏皮的发言逗得庆生会现场的来宾笑成一团。人老心不老，年轻人现在最流行的社群网站，他也很认真。 有一场失心失误，尽管不服老，但阿辉伯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体力已经打不如前。昨日啊，我走去拍球，外口人叫哦，我讲拍，9栋拍无煞，哦，拍7栋啊，惊刮着啦，刮着就血边啊，老伙仔就血边嘞。 一定袂发大呢，哦，会惊起来吼。打小白球锻炼体力，对保养身体也不敢马虎。90岁的阿辉伯还要继续养生，为台湾发声。民视新闻陈秀仪、蔡荣仁台北报道。